守护台湾，爱台湾，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专利。守护台湾，爱台湾，也不是任何一个政党的专利。所有对这块土地有感情的朋友，所有想要维系我们民主自由的朋友，大家都要站在台湾的最前线，安尼对无？我跟馆长今天，我们可以握起手来一起合作。我们相信所有的台湾人都可以握起手来，一起把红色媒体赶出台湾，对抗中共。安尼对无？一手在台湾这一边制造假新闻，要破坏台湾的民主，那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敌人，我们一定要站起来共同抵抗。安尼对无？在这边陪着我们淋雨，陪着我们站了好几个小时，就是要叫中天滚出台湾的台湾人民。安尼对无？